怖电影，为什么恐怖电影发出的是大象的声音？嗯，好困啊，为什么？我都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了，反正再睡两个小时。不是拳头 ，DI 不是拳头 ，DI 这个是半的。有路过吗？应该有吧。能看见吗？肯定可以看见啊，手柄丹麦，嗯。PS5 的手柄可以丹麦啊。DI 肯定还挺可爱的吧 ？DI， 毕竟 DI 那么经典是吧？可以跟占卜师约会了，太好了。我都不觉得闷，你觉得闷，那我也没办法吧。你觉得闷，那是你的结果呀。不过我倒是挺困的。我的直播在睡觉呢，然后一不小心就睡了两个小时过去。其实我也不知道直播应该说啥。蜂蜜蛋糕。啊，跟他的有一个好像哪了？太好了。皮蛋有用，真假的？
其实是我今天找到了一双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买的袜子，然后上面确实有字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穿这双袜子，我错了。没吃饭了呀，什么饭完了，这还有，可是我的，那真是暴击。